迎接2019年的来到。南投县政府今年将继续伫县立体育场来举办跨年晚会，邀请真侪在地乐团以及知名艺人，包括着台语天桥向桂良、甲安心雅陪伴乡亲来跨年。伫咧会中，也阁规划丰富多元的抽奖活动，有手机啊、电视、冰箱等等。周边也设置南投特色小吃以及农特产品。光顾也热情邀请所有观民做伙来同乐。个彩球拆个破了后，乡亲2019南投跨年晚会正式来启动，热情邀请着民众到场同乐，做伙迎接新年。我这三四年来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，虽然我们的经费不比其他六都的多。不过我们以最少的经费邀请到这些歌手艺人来，应该算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。跨年晚会中间，还邀请南投在地表演团体，可以听到原住民朋友的好歌声，也有美丽舞蹈，有少年朋友所喜爱的乐团和歌手在顶顶。今日的记者会顶头，歌手黄义儒也到场，和管虎到底来宣传。无论是自己创作的歌曲，那也有就是翻唱的歌曲，那抒情的、摇滚的、比较动感一点的，其实很多的歌都希望可以让在这个晚会更活泼热闹，然后希望可以让各个乡亲啊、各个嘉宾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。大哥哥、大姐姐都熟悉的向慧玲，那另外呢，最后的压轴哈，我们邀请到安心雅挥别过去，迎接新的一年2019。所以燕雪今天参与这场记者会，也告知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在12月3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携手到我们的体育场，一起欢度我们的新迎接新的一年。民众都来在欣赏精彩表演来跨年，官府经过的丰富木材活动，让大家来提好康，搭配着周边的特色小吃甲农特产，让南投乡亲欢喜来迎接新年。有 iPad 的手机，而且是最新型的，那还有50寸的电视机，另外呢还有超大容量的冰箱，那还有空气清净机等等。很开心呢，能够协助南投县政府转播两边的一个跨年活动，那包括亲近上面的一个跨年活动，以及我们南投体育场的跨年活动，都会在我们中投有线电视的03跟04频道全程的现场直播。快要到县政府举办跨年晚会，中投有线电视公司也无少成本会来做转播，希望大家做伙分享着这份快乐，新的一年来感受着满满祝福。记者林明新采访报道。